现在我们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施行今年的圣礼。有两位受洗，有两位过会，有一位是见证。现在，我先要问领洗的两位姊妹，问你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愿意拒绝魔鬼或他一切的邪恶权势吗？你说我拒绝。答错。第二个问题，你相信使徒圣经吗？使徒圣经这样说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我们的主，因着圣灵从约从童女玛利亚出生，在本丢比拉多受下苦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葬了，下到地狱，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，后升天，坐在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来。三团或人是，我信圣灵，一生基督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得赦免，肉身复活，并且永生。阿门。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圣经。第三个问题，你这样相信，又愿受洗加入耶稣基督的死或他的复活？正如路德会所相信的，顺从主道，虔诚度日，直到见主的面吗？你的答复说：“我愿意，求主帮助。”现在两位已经答复了三个问题。现在我要问两位过会的弟兄或姊妹或见证的弟弟，要问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们已经受过洗，现在过会也好，见证的也好，你们都要答复下面的问题：你愿意坚守今天？在上帝和教会面前，在圣礼中与上帝所立的约吗？你们受洗过去，不管在哪个教会，是同神立了的约。你们若以遵守吗？若以遵守，我坚守。我坚持。现在第二个问题，你们信圣经66卷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是独一无二的真道吗？你相信吗？你们说我信。第三个，你愿意做路德会的会友，坚守主道，终生不渝，在圣道上造就自己，要读圣经，要祷告，要做礼拜，要听神的话，要领圣餐，要见证主的名，要领人归主吗？你们的答复说：“我愿意求主帮助，我愿意求主帮助，因为我们虽然愿意，但是有的时候都做不到。但是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。”好，我已经问了他们的问题，他们已经答复，但是声音比较小，你们没有听见，但是我听见了。求上帝帮助他们。现在我们就为两位受洗，你们想怎么推？
圣灵给你施洗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已经借着水与圣灵重生了你，并赦免你一切的罪。愿他施恩坚固你，直到得享永生。愿主赐福你，保护你。愿主使他的怜光照你，施恩给你。愿主向你耀眼，赐你平安。阿门。陈彦芬姊妹，我奉圣父，又奉圣子，我圣灵的名，给你施洗。阿门。全能的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，已经借着水与圣灵重生了你，并赦免你一切的罪。愿他施恩坚固你，直到得享永生。愿主赐福你，保护你。愿主使他的怜光照你，施恩给你。愿主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阿门。现在请护卫都走到这里。今天好像跟圣餐一样跪下来。我来为你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已经为两位姊妹受洗，归于耶稣基督的死，又归于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们乐于他们现在开始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着的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要为两位过会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他们已经在中国已经受洗归主，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。今天我们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受洗，我们乃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接纳他加入我们的教会，进入我们属灵的家庭。在属灵的家庭里面，我们一同敬拜，一同侍奉，一同荣耀你的名，传扬你的名。我们要特别为王维成小弟弟祷告，他年小的时候父母带着他到上帝的面前，已经受洗，他父母愿意借着圣灵把他带到上帝的恩中。现在他已经到了40岁，他自己乐意接受这个圣灵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乐意遵守在6个年以前受洗的时候同上帝立了一个约，是父母为他立的，现在他乐意承受这个约，继续的相信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儿女，一生一世跟随主，一生一世同他的父母敬拜主，荣耀主的名，在家里面听从父母的话，在教会里面能够顺服上帝之旨意。我们现在特别为今天施行圣灵的五位弟兄姊妹祷告，愿你上帝，你接纳他们，
你祝福他们，你恩待他们，你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这样在你的面前为他们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你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转个身，我们照一个相，站定，站好坐正。现在我们照一个相。